哦，气死我了！我刚才点错了。哎，我整个重拍，等我一下啊。啊，可是这边资源比较落后哎。各位观众，我搬回来了。我们先采集一下，等下再继续讲。我搬回来我的工会了。然后你们可以透过大量的，你们可以透过这个联盟商城，联盟商城去购买联盟千层，会比较便宜，会比高级千层的便宜。然后呢，我要一个严正要讲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工会是蓝色的，那也必须要跟他们相接到，才可以打他们的联盟。嘛就是说呢，你们一定要撞在一起才可以攻打他们。好，你才可以攻打他们。对，非常的好玩啊，就是他有种占领战的感觉。那你一定要跟他们拦，你们我们的线一定要连在一起才可以去攻击。啊，他们工会有点小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黄色的。所以我终于懂要怎么玩了。我应该怎么？我觉得啦，就是这种游戏重视的是什么啦？那这游戏它重视的是占领战，也就是很重视联盟的会战哦、喔。所以它是非常团结的一个游戏。那我联盟千层，他今天帮我迁移到这里。Oh my god！给大伙伺服器好了，有血吗？缩小。哦，有血，伺服器都已经讲了。